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58面第六行。第六行，从第一句看起，因缘合成，假名诸法。底下有个小注：因缘合合而现诸法，实皆虚妄，但假名而已。自性即灭。体不可得，故云空无我。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这是说明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啊，因为一切法都是。因缘合成的啊，《金刚经》上说一合相啊，一合相呢很难懂，现在被科学证实了，确实是一合相啊，也就是说，所有的物质现象。无论是动物、植物、矿物，都是用佛法的名词来说，即为之为，啊，组合而成的。那么现在科学家的名词叫量子。小光子也有地方说微中子，是这个东西组织成的这是物质最小的单位了没比这个更小了全是它组成的。所以因缘和合，这就是合成，而现诸法宇宙之间的一切法，我们现在把它分成三类：动物、植物、矿物。大乘佛法里把它分成两类，一类是气世间，一类是有情世间。那么这个都是属于一合相，所以是缘聚它就现象，缘散了呢相就没有了所以实皆虚妄，跟你讲真话了全是虚妄。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事实真相。大乘经上常说当体即空，了不可得但是假名而已这是设想。下面说性，是自性即灭，体不可得。性有，性是即灭相，即是清净、极净，灭是灭烦恼、灭习气，《华严经》上所说的。
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不存在，叫做灭。灭时灭其妄想，所现的相是妄想，灭其妄想，不是灭心，心是不生不灭的，这自性啊是不生不灭的，自性之体不可得，它真有，为什么不可得呢？因为它不是现象。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探测它。它不是物质现象。我们前五根无法接触到它。它不是精神现象。所以第六识、第七识也没有办法想象到它，我无法想象。它不是自然现象，所以阿赖耶也圆不到它。通常我们讲的八十五十心所、五十一心所，通通圆不到，它存在，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一桩事情为正方知，怎么个正法？放下它就现前了，你就真得了。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真得了。那我们就知道，科学哲学永远见不到它。为什么？科学跟哲学都没有放下妄想分别之处。所以无法探测到了。它是万法的根源。它是万法的本体。它能现能生。阿赖耶能变，就是八识能变。这个自体真有，但是不可得。所以叫空无我。我有二种，就是二种我。一者呢，人我。这个二种我都是空的，都是空无我，凡夫不了，不了不明了啊！无蕴合合，假现有我之意。我们现在这个身，这个身是无蕴身啊。无蕴是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现象，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受是感受，受苦受乐，不苦不乐。叫无记受，那也是受。想是思想，行是这个心是念念相续，它不会中断，它不会断，行是相续想，识就是指的阿赖耶。
阿赖耶里面能够含藏一切法的种子，这个种子不是现象。啊，我们刚才讲的三种现象都不是。啊，但确实是有这个东西。啊，我们讲的是印象。我们从早到晚，眼见耳闻，都留着有印象，这个印象就是储存在阿赖耶里头，阿赖耶像是资料库一样，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六根六识所造的全都储存在阿赖耶里头，啊，阿赖耶是大仓库啊。这经上说得好啊，因为这个资料库里头它不是形象，不是物质。如果是物质啊，哪怕它再小，大概变法界、虚空界都容纳不下。你就知道。阿赖耶不可思议也，因为他没有，他不是物质现象，他能现，所以我们的身是五蕴身的，受想、色受想、行识啊。心经大家念得很熟，心经也开头，观自在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人我是空啊！观世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以前我们的体会，总以为是这个人身，是我们一个人。现在我们懂得了，不是。五蕴是什么呢？五蕴是佛讲的极微之微，就是今天量子学家所说的小光子。这是物质的基础，所有物质都是它聚合而成的，像前面所说的，一合法了。缘聚缘散的，这么一个小光子，它里头有色受想行识。弥勒菩萨跟我们说了，这都是从念头成的。佛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我们凡夫动个念头，心有所念。”佛问。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几相、几时？佛问的细呀，我们问不出来呀。在这个里头有几个念头，有几个相，有几个时。相呢，就是色，就是色相；时呢，就是受想行识。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原来五蕴啊是小光子啊。弥勒菩萨回答的是一弹指有32亿8000年。我们这动一个念头
时间是一弹指，那里头多少细念呢？32亿8000个细念，32乘8000，32亿乘8000，320兆。这一弹指的就320兆个细念。弥勒菩萨说：“念念成形，形就是相，就是色相、物质现象。形界有识，每一个形里面都有受想行识。佛讲的五蕴呢，是讲的小光子。”佛教的名词叫极微之微也。所有物质现象的基础是无蕴。最小的物质，它里头有色受想行识，所以物质跟精神永远不分开啊，分开就错了。分开说，分开就没有了。物质现象是精神现象变现出来的。阿赖耶识这个相中讲得很清楚，一念不觉，二有无明，这个一念没有原因。这个一念没有开始，所以无明叫无始无明。为什么不能说它就开始呢？因为它不是真的。如果它有开始有终了的话，有始有终，那真有这回事情啊！没有开始，就是说它是假的。完全是假的，根本就没有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佛把它比成梦幻泡影啊！做梦有没有开始？谁做梦的时候能把它开始找到？是几分几秒，几秒至几秒，能不能把它找出来？找不到。你会不会去找？不会去找。为什么？假的。要是真的，你就去找了。是假的嘛？找它干什么？意念不觉是假的。所以叫无始无明。这个可不能解释错了。那个无始不是说，太久太久了找不到开始了，说个无始，那你这样想就全想错了。你应该懂得弥勒菩萨所说的，这个念头太短暂了。如果我们今天用秒来算，一秒钟弹指五次的话，那一秒钟里头有多少个念头呢？有1600兆，一秒钟1600兆分之一，你把它找出来，你能找得出来吗？找不出来了。所以佛讲无始这个名词用得太好了。无始就根本它是虚妄的。一念不觉，这就是个动向，这是阿赖耶的业相，业就是它真动了。这一念不觉动了，心是清净的，永远不动的。这个不觉的时候就产生了波动的现象，这个现象科学称之为能量。这个能量是自性里头本有的，
自性里面的境界相跟转向也是本有的。啊，能大师见性的时候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就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智慧的能。啊，现在讲能量。啊，信息、物质，啊，这是讲相好。啊，大乘经里都讲得清楚，比科学家讲得更清楚啊。啊，所以物质现象是从转向变现出来的。啊，我们讲阿赖耶的四分，啊，学过相宗的就更容易懂了。啊，意念不绝，是阿赖耶的自证分。啊，阿赖耶啊，不是阿赖耶的正自证分，那个意念不绝。啊，阿赖耶的自证分呢，就是自性，就是真如，就是自性。啊，阿赖耶的见分就是精神现象，摩那识啊，你看我出来了，我见。啊，我见是阿赖耶的啊，第六意识的主体，就是我出现的，执着又跟我了。啊，我出现了，跟着我出现之后，就又有三个东西：我爱，我吃，我慢。啊，这叫贪嗔痴吗？我爱是贪呐、啊，啊，我痴我慢是嗔恚也。你看，贪嗔痴这三个烦恼跟着我同时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叫根本烦恼啊，俱生烦恼啊，你跟我是同时生起来的，只要有我。就有贪嗔痴啊，贪嗔痴放下了，我没有了。如果我没有了的时候，贪嗔痴就没有了啊，它是这跟着来的嘛。因为有我，才有境界相出现，就是阿赖耶的相分啊。阿赖耶的相分是无智现象。所以物质现象从哪里来？从见分变现出相分啊。那么阿赖耶的业相是能量啊，见分是精神现象，相分是物质现象，就在那一念当中完成的啊。这一念要记住，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1，就在那个里头形成的，这通通完成了，阿赖的三细相出现了。这种现象你不能说它有，你说它有它就没有了，你不能说它无啊，你说它无的时候它又相续相出现了啊，但是念念不一样啊，每一个念就像我们电影那个底片一样，一个画面，这个画面一闪就过去了啊。接着第二章出现的第二不是第一念，念念都不一样啊，没有相同的。
啊，所以这种相叫相续相似啊，就相似相续，它不是完全相同的。完全相同的话，我们可以说相续相，它不是的，念念不相同。啊，江本博士做水实验，我第一次跟他见面，他做了10年。啊，现在应该有15、16年了。啊，几万张这个照片，他告诉我没有，找不出两张是完全相同的。啊，他感觉到很奇怪。我告诉他，根本就不可能有相同。他说：“为什么？佛在经上早就讲过了。你前念跟后念不一样啊！哎，你同样说我爱你，前念的爱跟后念的爱不一样。哎，所以你试验出这个洁净这个照片的时候，肯定不相同，不是完全相同。”啊，所以那种实验，每一个人去实验，画面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念头在动啊，你起念头是感呢，它是回应呢，感不相同，回应怎么可能相同？啊，感是因呢，因是果啊，啊，所以不一样。啊，我们的念头念念都不一样，怎么可能会有相同的东西出来？啊，刹那刹那都在变呢，无常啊！啊，我们的生命不是一天一年，这几十年的不是啊，我们的生命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每一秒钟啊。有1600兆的生灭，哪里是真的？啊，我们度了啊，这个佛跟弥勒菩萨这个谈话是在《菩萨除胎经》里头所说的。啊，我们又看到近代量子学家的报告，我们才恍然大悟啊！真相原来如此啊！才搞清楚、搞明白。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有什么好处呢？啊，好处太大了！为什么呢？真放下了。没搞清楚，真放不下了。啊，你今天为什么没放下？没搞清楚，你真搞清楚就放下了，晓得什么？全是假的，没一样是真的，何必要造孽呢？啊，还有这个顾虑，那个顾虑是造业，就不造业了，啊，不是彻底放下了。啊，《般若经》上讲得很清楚，清楚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我们读了，读得很熟，也会念呢，也记得很清楚啊，但不是自己的境界。啊，什么人的境界呢？化身菩萨的境界。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人的境界，是他们的境界。你要入这个境界，你就不是凡夫了。你不住在六道，你也不住在十法界，你住在哪里？你住在十宝庄严土。
那所以就不一样了，境界不同，就不可能在一起。那在一起肯定境界相同啊，相去不远呢。可是要是生到极乐世界，那就不一样了。极乐世界虽然没证得，没切入这个境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他加持真加得上，那我们这些人去了也真能够得受用，佛加持我们真得受用所以你表现的智慧神通道理跟佛差不多啊。到极乐世界，你的身体跟阿弥陀佛一样，你的生活环境跟阿弥陀佛一样。换一句话说，虽然烦恼没断，人天的身份到极乐世界，享受的是跟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平等。这叫做难心之法。你讲跟许多菩萨听头相信，哪有这种道理？所以佛说，这一桩事情，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只有诸佛知道。他们完全了解。等觉菩萨犹如各罗望月。就是对这桩事情的了解，他是了解，了解不透彻，好像晚上看月亮，隔着一层罗网，是看到了，隔一层罗网，就跟那个完全没有障碍的那看的不一样。这把这一桩事情搞清楚了，我是什么搞清楚了，真正的我是法性，是自性，这真正我。所以无蕴合合假我，这得认清楚。妄认实有自主自在之人，能常主宰呀。是名人我我们今天把这个身体当作我，这是错认了，以为这个身可以自己做主，可以自己得自在，这是妄想。如果自己可以做主，哪一个人不希望长生不老呢？你还要老，还要生病，那你做不了主啊！每一天吃饭多讨厌，多麻烦呢，那要不吃多好呢？你做不到，这就是什么？你做不了主啊！你不自在啊，你处处受限制啊！我这个词的定义就是主宰。就是自在，这两个意思在身上都找不到，身上找不到，心上也找不到，这心是妄念呢，找不到啊，然后你才能体会到佛说，哦，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说若能了达，但是无蕴假合。无蕴假合就是阿赖耶的现象啊。现有我之意。无蕴假合。
舍悟自体。是为人物啊，确确实实没有自体啊，是五蕴合合的，现这个相，五蕴离开了，相就没有了。聪明的人就在五蕴合成的时候就知道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这叫智慧，这叫看破。啊，是为小乘人之修行，断烦恼而得涅槃。啊，小乘人修行，破我执。啊，小乘人破我执了，所以证得涅槃。啊，这个涅槃叫偏真涅槃。不是真正的大般涅槃啊，叫小果啊，成阿罗汉啊。那么证到这个境界，六道轮回没有了啊，就不见了。所以六道轮回是梦啊，好像你醒过来了，梦中醒过来了，六道不见了。啊，六道不见了，是什么境界现前呢？四圣法界现前了。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这个境界现前了，这是如来的净土，实在讲也是自己的净土。啊，我们从秽土染污跳出来了，得到净土。这个净土不是真净，为什么？这是相对的净啊，对染污它成净啊，所以它不是真正的净，它有分别，没有执着，有分别啊。也就是说，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还在。尘沙烦恼是分别，分别太多了，无量无边了，所以用尘沙做比喻。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胡思乱想啊，就尘沙，就尘沙。啊，所以四圣法界里面好处是什么呢？他们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几乎通通都是学佛的人啊，学的都不错啊，戒定慧非常认真的学习啊，他不执着生生活了，他执着什么？执着五蕴是真的五蕴是法了，哎，法是真的，我是假的啊，所以变成了我执没有了，他有法执啊，法执要有的话他出不了十法界啊，我执出不了六道轮回，法执出不了十法界，所以他必须把法执破掉，法也是假的，啊，五蕴也没有啊，也是假的，不是真的。五蕴从哪里来的？从一念不觉来的。那个一念不觉完全是妄动，绝不是真正的事情啊！所以那一念迷呀，啊，只要一回头，一念觉，
法执就断了。法执断了，就十法界就没有了。所以第二者法果，因执诸法有实体。诸法是叫无因呢，无因是法了。以为它是实体，它有实用。为什么？它能够合成宇宙所有一切法，都是它合成的。你是哪一样东西不是无因？连虚空都是无因。虚空有相啊，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不要相信我们的眼睛啊，我眼睛很可怜的。眼睛的作用，现在科学家知道，能见度非常小啊，就光波，我们能见度这个光波。比这个光波长的见不到，比这个光波短的也见不到。比我们的光波长的无量无边的，比这个短的也无量无边的。现在用科学仪器探测到，像 X 光、紫外线，我们肉眼都看不到。这个光波很复杂了。如果是各种光波都能看见，你看它这个宇宙就改变了，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你只能看到一点点的，其他你看不见的，而也是如此。声波也是有限度的。长波听不到，短波也听不到。我们利用机器，无线电机器，能够听到长波，听到短波。界的面稍微比较大一点，实际上还是非常有限。那我们的本能是没有障碍的，眼见没有障碍，睁开眼睛能看到什么？能看到宇宙的边缘呢，清清楚楚啊，能看到量子啊，不要用科学仪器。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坛指里面，32亿百千念，你看得清清楚楚。弥勒菩萨怎么说出来？他看清楚了吗？他怎么说不出来呢？佛告诉我们，菩萨51个阶级，最高的5个阶级是一点障碍都没有。最高从哪里算起呢？从八地菩萨，8地、9地、10地等觉、妙觉，这5个位次是什么障碍都没有。他见是变法界、虚空界，他听也是变法界、虚空界，神通广大。佛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本能，我们每个人跟佛是一样大。为什么今天变得这个样子？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你妄想越多，执着越多，就妄想分别执着嘛，越严重，你的六根能力的范围就越小。你对于
妄想分别执着越淡薄，这个能量就慢慢就扩大。啊，因为它是你的本能。啊，在大乘啊这些高级菩萨的时候，经上讲的三明六通啊。啊，三明六通是对八地以上菩萨讲的。八地以下讲神通，讲六通。啊，不加三明啊。三明是天眼、天耳、虚命。啊，虚命就是知过去未来，没有障碍。啊，古今中外的预言，这个诸位要晓得，预言可以相信。预言所讲的是定数，而实际上去了，定数之外还有个变数。啊，预言讲啊。不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有大灾难发生，哎，到时候没有了，他预言错误，不是的，他那个时候看到这个时候确确实实如此。为什么产生变化了？这个地方人心变善了，哎，这个灾难马上就没有了，这是变数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呐、啊。这个地方本来很好的，人心变恶了，它马上就变坏了。啊，所以变数是临时发生的。他的预言非常准确，如果他今天来说的预言，那就一点话都没有，那是今天的样子嘛。啊，今天我讲明天的这个样子，明天可能就产生变化。啊，所以世间法里头没有定数啊，随着人心在变呢。啊，这是佛讲透了，相由心生，境随心转。我们居住的环境是随着我们心在变。我们心清净，这个国土就是净土。啊，心染污，这个居住的环境就是秽土。啊，心地善良，那就是美好的世界。啊，像极乐世界。心地不善，那就是什么灾难都出来了。这一桩事情，三千年前佛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了。啊，古时候人相信。啊，所以有灾难现前的时候，大家马上警觉性提高，回头反省、忏悔、改过自新，那灾难化解。啊，现在人相信科学，不相信圣贤。圣贤讲的是心学，心性之学。那现在我们才懂得，心念是无知的基础。那要解决今天的问题，还要把从心念上去找，才能解决。啊，因为心念可以改变物质啊，物质不能改变心念。啊，心念可以改变物质。啊，所以遇到灾难，只要回心向善。你在古时候遇到灾难，皇帝要斋戒、沐浴，要祈祷啊。啊，要做好事啊，要大赦天下了，就做好事啊。
啊，为全国人民祈福啊，他真管用啊！啊，由皇上带头，啊，大家都反省，大家都有忏悔的心。啊，过去做哪些事情做错了，现在不再做了。啊，念头端正了，行为改正了，这个灾难纵然不能完全化解，大幅度的减轻啊，啊，不会造成严重伤害啊。真有道理，现在人不相信，说这是迷信。啊，到几十年之后，科学家把这个事情证实了，这是真的。意念确确实实是改变物质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笑话，哎呀，从前你看几十年前的人多笨呐！啊，不懂这个道理啊！啊，灾难现前，那只有承受啊，啊，受苦受难，不能化解。啊，其实宇宙之间是没有一个灾难不能化解，啊，通通能啊。问题就是你认不认识，你明不明了？了解诸法实相，你就有办法了。啊，不了解诸法实相，那就有的受的了。啊，这叫迷悟不相通啊。觉悟能解决，迷惑永远不能解决。啊，科学的方法解决后遗症，不堪设想啊！啊，我们现在已经受了科学的害了，啊，得到一点小甜头，付出多少代价？冷静思维呀！得不偿失啊！啊，我相信，再有严重灾难降临在这个世界了，人就会认真思考了，科学是不是万能？啊，科学不能解决，我们的思考还有没有解决的方法？他就真心相求了。啊，现在人还不相信，啊，还完全相信科学。啊，这普朗克的发现，啊，还没有影响整个社会。啊，东京江本博士的水试验是刚刚开端，啊，给我们带来很好的启示。啊，让我们知道矿物它有见闻觉知。啊，山河大地是矿物啊！你要知道它真正有见闻觉知的话，我们以爱心对它，它就坚固啊；我们以怀疑对它，它就松散了。松散，大地很容易沉下去，高山很容易倒掉。啊，信心坚定，这大地坚固啊！啊，《地藏经》上讲的。坚牢地深啊，它要是真正坚固牢固，就不会出问题了啊。坚牢是靠什么成就的呢？信心啊。今天这个世界普遍没有信心，因为什么？科学提倡怀疑
啊，怀疑带给的时候，所有物质现象松散，啊，就不坚固了。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啊，是下面说，若了达诸法，但从因缘生，事物自体呢，是名法无我。啊，小乘为物人无我，菩萨则二无我皆无。啊，这菩萨能解决问题。啊，知道人跟法，都是从自性变现出来的。自性迷才有这个现象出现，自性觉这个现象就不可得了。诸佛菩萨，讲化身菩萨，应化在设法界。设法界是众生业力变现出来的。啊，他在这个设法界里头，任何一个地方，一切时一切地，他不迷啊，他清清楚楚啊。啊，众生造第一，果报现前，佛菩萨怎么教他们？把事实真相给他讲清楚，讲明白。啊，帮助他破迷开悟啊！他开悟之后不迷了，问题就解决了。佛菩萨帮助众生，目的是离苦得乐，方法呢是破迷开悟，你得懂。离苦得乐是果啊，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来的。乐从哪里来的？乐从悟来的。那破迷开悟的用什么方法来教呢？那就得去办教育教学了。你不教学，他怎么会开悟？啊，所以讲学就变成第一重要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没有一天旷课，没有啊。释迦牟尼佛天天给人讲啊，乐此不疲啊。我们今天讲4个小时算什么啊？啊，佛在世的时候，我们给他估计至少一天讲16个小时。如果加上表演的话，那他24小时没中断。那我们怎么能跟他比啊？啊，他是身心言教啊！啊，你看到佛的样子，觉悟了；听到佛讲法，开悟。啊，悟了之后你就明白了。所以修行叫什么？把自己的思想行为修正过来，你知道错了，把错误的改过来，叫做修行。啊，现在人把修行两个字搞错了，以为吃素是修行，念经是修行，拜佛是修行，错了，那不管用啊，那救不了灾难。
就灾难，就要像美国布莱登所说的，他提出三句话，应对2012年玛雅灾难预言，告诉世界人，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认真弃恶扬善，就是佛法讲的断恶修善，把所有不善的把它抛弃，把善的发扬光大，弃恶扬善。第二句，改邪归正。第三句，端正心念，齐心动念，与伦理、与道德、与因果相应，就能化解灾难。他讲的话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他不是佛教徒啊，没有接触过佛教啊，是科学家了。那我们以为佛教是迷信，是科学家讲的，你相不相信？佛门弟子很幸运，听到佛讲的，又听到科学家、现代科学家讲的，可以说增长了我们的信心。佛是3000年前讲的，科学家是最近讲的。布莱登讲这个话是去年8月在悉尼讲的。有几位科学家在那里开会讨论这个问题。菩萨则二无我皆无，不但知道人无我，他也知道法无我，真放下了，空者与无我同意，空无我，这相同的意思。大乘一章一，第一卷，这里面有说，空与无我，眼目一明。我们说眼，说目，目也是说眼，也是眼睛。那么空好比是说眼，无我说比是 说目，是一个意思，空就是无我，无我就是空，盖眼与目虽是二明，实为一义，意思完全相同啊。说空与无我亦复如是啊。下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这两句是经文。会所曰，专求是誓愿意，我们要发愿。阿弥陀佛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他真干了，正法48愿，专求净土发愿之后真修啊，无界修成了，所以极乐世界自然现前。那是什么呢？自性本具的智慧是体能现之体，
弥陀四十八愿无界修行是缘，有因有缘，果现前。啊，所以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愿行自信本具般若智慧的成就。他怎么来的我们晓得，他不是人工设计的，那不是有人去施工的，不是的，完全是变现出来的。那么这样的变现，佛为我们讲六道轮回讲过啊，六道里面欲界天，欲界第五天，欲界有六层天啊，第五天他们的福报，他们的德行啊，德行跟福报都能够变现。随心所欲啊，一切是变化所作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第五天就是化落天了，所有受用都是变化所作的了，极乐世界怎么会做不到呢？啊，阿弥陀佛比他们高的太多了啊！第五天的修行肯定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五戒修行不太可能。在这个人间，我们常常听说啊，人间的大富大贵啊，啊，做帝王的啊，豪门巨富，这么大的福报，这么高的地位，要修多久啊？通常讲十劫啊，十世啊，生生世世，十世啊，修得这么大的福报啊，不是一世啊，一世修不去，修不到啊，啊，十世。啊，那我们想想，如果能修到化落天、他化自在天，肯定不止十世，十世做不到啊！啊，我们会想到啊，那要百世啊。一百世的修行呢，你才能够修到那么高的地位。不但要修上品十善，而且还要修禅定。啊，修慈悲喜舍，你才能够升到化落天。他化自在天啊，阿弥陀佛修多少时间呢？五劫，五劫的时间没法子算了啊。他经上没有说小劫、中劫，那肯定是大劫啊。大劫是什么？世界沉住坏空一次。是一个大劫啊，成败成住坏空一次啊，一个大劫。这个世界成住坏空五万次，你说时间多长？那个四十八愿才修成，成的什么？自然感应，随心所欲，
啊，世界成就现前了，地狱没有三恶道，真的没有三恶道。啊，不但没有三恶道，连修罗罗刹都没有。啊，只有人天两道。啊，愿愿兑现呢，谈何容易？啊，这么长的时间成就了，啊，让我们从这个欲界第五天、第六天这个例子，啊，回过头来，我们去体会、去观察极乐世界，就不会怀疑了。啊，确确实实肯定了世尊在经上常说的一句话，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心想就是要专一。啊，专想符合世尊的另外一句话，至心一处，无私不办。啊，阿弥陀佛的修行就是心心念念的，就是四十八愿啊！一愿成就容易，四十八愿同时成就不容易啊！我们想到五劫应该是如此啊，时间短了，不可能四十八愿同时完成圆满啊，同时成就。这是很不容易的一桩大事情，他做到了。他为谁做的？为我们做的。啊，这么大的智慧，这么大的福报，啊，神通道理，用这个来供养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弥陀是大施主啊。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是接受供养啊！啊，十方世界确实有那么样慈悲的菩萨来供养你，让你离苦得乐，但是不能叫你得圆满智慧啊！极乐世界有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天天给你讲经说法，帮你开智慧，那是供养智慧啊。实际上智慧是本有的啊，得有启发你才觉悟啊，你才真正证得。所以人家要问我啊，你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去？现在很多啊，学佛的人学别的宗派啊，他会问你，你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去？我到极乐世界求福求慧啊，福慧圆满啊，我去干这个的，不是干别的。啊，我现在真的明白了，真的懂得了。啊，变法界、虚空界，福报最大的是那个地方。哎，这个最容易开智慧的也是这个地方。啊，我们就锁定这个方向，这个目标，永恒不变。啊，一定成功啊！所以慧素曰：“专求者呀，这是十愿啊，我们要专求，如四十八愿啊，阿弥陀佛发愿给我们做榜样。如是刹呢，是指极乐世界，劝希求也啊，祖师大德劝你，你对他要有希望。”
要想求得，你就有福了，你就有智慧了。啊，没有智慧，没有福报，他不想到极乐世界去。有智慧，有福报，没有一个不想去啊。啊，净因素，为此一即时，举彼之愿，即彼得土。彼是阿弥陀佛啊，这一节是举出阿弥陀佛智慧本大愿，啊，你真想去，佛给你受记，你一定可以得到。通达法性，一切空无啊，这是具智也，这是智慧。前觉一切如梦幻等，这前面的经文说，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是世地智。这是世间智慧啊！啊，此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是真谛智啊！这个不一样啊！啊，世俗智能享受世间福报，这个世间是人间天上，就是六道里头的啊。不能超越六道，不能超越十法界。但是讲到法性呢，那就不一样了。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不但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了。啊，这就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化身菩萨在一般讲，多半都是住在华严世界，叫华藏世界。啊，毗卢遮那佛的宝土。啊，他们不知道有极乐世界。另外还有呢，知道有极乐世界，他不相信，这就难信之法了。难信之法不是说我们呢，我们给你一讲你就相信了，不难嘛。菩萨跟他讲真难呐，啊，你烦恼一瓶没断，到极乐世界就做阿惟越智菩萨，这谁相信啊？那我们相信了，他不相信，因为我们是我们糊涂懵里懵懂，就不信了，啊，他们有智慧啊，他搞得很清楚啊，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可是我们凡夫就这么信了，信了他就真往生了，所以真成就了，啊，所以这是不可思议，真叫难信之法，啊，你说往生极乐世界，像我们这种凡夫。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品位、啊、下下品往生、那个菩萨相信、啊、如果说上品上生，他摇头不可能，哪有这个道理，他不相信、啊、确实我们凡夫、啊、有上上品往生，善导大师讲得好，总在遇缘不同，你遇的缘要非常殊胜，你就很可能这一生当中上品上生。啊，上品上生的人生到极乐世界，他就住十宝庄严土，他不是生在同居土
跟这个方便土，啊，前面我们读的三辈往生，上辈是生十八土，中辈是生方便土，下辈是生同居土，啊，都在语言不同。善导讲得好啊，啊，古来祖师大德不是这个说法，是一般见识，认为上辈是什么人呢？四地以上的菩萨。啊，这个说法的时候，一般菩萨相信，四地以上，念佛往生，上辈往生，他会相信。你说凡夫，我们一品烦恼没断，上辈往生，他吓一跳啊，哪有这种事啊？但是真有这种事。啊，那么这个事，这些道理，佛说得好，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事实真相，只有诸佛是为佛与佛方能究竟。佛知道，菩萨不知道啊，所以叫难信之法了。我们今天遇到了，太稀有了，啊，这稀有难逢啊，我们逢到了，这我们的运气好啊，啊，遇到这个法门，啊，遇到啊，你一定要相信。你遇到就真有意义了，你遇到也不相信，我是凡夫，造的一身罪业，我怎么能够往生？我怎么能上辈往生？那你就决定不能往生。啊，有人问过我，我就跟他说：“你决定不能往生，说为什么？因为你有怀疑，你怀疑你自己。”那问题就在此地，你对自己不怀疑啊，你肯定上品上乘啊！所以这个事情不是别人给你决定的，是你自己做的决定啊！品位高下，实在讲呢，就是你放下多少。我对这个世间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毫无挂念，我念佛往生就上辈往生，还有一点牵挂那就下去了啊！这是大乘教里讲的太多了，凡夫成佛在理上讲是一念之间的，一念觉凡夫就成佛了，一念迷，这佛就变成凡夫了，迷雾之间而已啊！啊，觉是什么？觉是放下，迷是放不下，所以你要常常想到这个放不下，那个放不下，迷呀、啊，迷到所以然处了，迷的时候可能极乐世界都去不了啊。啊，就看你能不能放下。啊，放下在什么时候？平时。啊，日常生活当中放下，不要去计较了。工作里都放下。待人接物要放下。啊，放下说，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贪爱。放下贪嗔痴慢就行了啊！你往生大幅度提升你的品位啊，放不下不行呐！
啊，这个地方注解里面跟我们说的，专求净土，这是缘，很重要，很重要。彼尘如是刹，这是佛就给你授记，你决定成就。啊，该由于有智有愿受记得净国土也，你决定往生了。啊，下面往昔俗位，二智就是俗谛跟真谛，前面说过的，二谛虽殊啊，不相同啊，但是性空是同。虽知性空而愿净土，这两句话非常可贵，非常难得，我们要记住啊！不要认为哦，通通是空的，算了吧，我什么也不求了，那你就错了。你智慧没开，你那是卧取空啊！你那个空是什么？那个空完全是无明盖覆住你的自信啊！你将来的果报在三途，你把佛经错解了，错会了佛的意思啊！所以一定知性空，不执着。彻底放下了，愿净土。啊，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啊，亲近阿弥陀佛，向阿弥陀佛学习，证得究竟果位。这叫正知正见，佛知佛见呐。啊，《法华经》上说，开始悟入佛知之见。这就对了。又曰：佛法不着有，不着无，有无亦有，也无也不着，非有非无也不着，不着也不着。啊，还执着个不执，不着他还是着了，啊，还是在执着。啊，不执着也不能执着，心地真正干净了、啊。那我们到底怎么办呢？你把心里头只念一个阿弥陀佛就好了，就执着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我一切都不执着，啊，不执着也不执着，我就执着阿弥陀佛，你就成功了，就恭喜你了。那这是真正弥陀弟子啊！啊，没有一个不往生的 啊！那往生的品位，刚才给你讲过了，就看你放下多少。你放下的越多，你品位越高。啊，应不应该放下？应该放下。为什么呢？在极乐世界升高一个品位，不是容易事情。啊，如果我们通通放得下，品位马上就提升了。这个世界也不错啊，不坏啊。那对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提供最好的平台啊。啊，最严重的情执，决定要放下。啊，它是障碍当中的障碍。严重障碍经常说得好啊，爱不重不生娑婆啊，念不移不生净土啊。啊，你为什么到这个世间来，这个轮回老是出不去？你的爱情太重了，就这个麻烦
啊，你要把爱情都断掉了，爱情不好断的。哎，佛法并不是真的叫你把爱情断掉，叫你转变，转变成智慧。啊，智慧跟爱情是一桩事情。迷的时候叫爱情，觉悟的时候叫智慧，它是同一个体，一体的两面。啊，所以情是迷呀，智是悟啊。啊，破迷开悟啊，把你的情识转变成般若智慧。那什么？那叫真爱啊，那不是假的。那真爱是什么？你会帮助他成佛。你要是迷的时候，他堕地狱，你也跟他一起堕地狱。啊，那叫爱河永浴啊！那爱河是什么？爱河是无间地狱啊，不是好地方啊！啊，就跑那里去了。啊，这名字人都很喜欢听啊！啊，要搞清楚了害怕才知道，这吓死人。要知。不住二边，原立四句，妙其中道，平等一向啊！啊，这个不住二边，二边就是空有两边啊，一体一如不二啊，万法一体，万法一如啊！啊，四句前面。学过，啊，立四句绝不废也。啊，四句都是细论，就是前面讲的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啊，这些都放下了，中道就现前了，叫妙其中道。啊，平等一向。金刚经曰：“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金刚经常讲，金刚经是中国人最喜欢读的。啊，佛经。在知名度上来说，在中国这个地区，大概《金刚经》排名第一，没有人不知道《金刚经》的。啊，佛应该是阿弥陀佛排名第一，有很多人不知道释迦牟尼佛，但是没有人不知道阿弥陀佛的，啊，排名第一了。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排名第一了，啊，这是什么？大家都喜欢呐、啊。金刚真叫破四相，修一切善法，啊，只管去修，啊，不要执着，不要分别，啊，尽心尽力去修，功德就很大。啊，福德在功德里面，这个诸位要记住，功德里头有福德，福德里头未必有功德。啊，为什么它是功德呢？因为它没有思想，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所以他修的一切全是功德。这一有相啊。就变成福德，就不是功德了。啊，由此可知，修功德不容易啊。
啊，功德跟信德相应，啊，修功有德，啊，福德跟信德不相应，啊，福德跟世间世地因果相应。啊，跟心的不相应，啊，这个都是不能不知道的，啊，真正是立一切相，修一切善法，啊，它跟无上菩提相应的。是故十方正士，啊，这次到极乐世界来的，十方世界这些菩萨们。他们深达法空，这些菩萨最低程度思想破了，啊，程度高的，我们相信四见破了，啊，四见什么呢？四相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是破四相，这程度低的，程度高的呢是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啊，不但相没有了，这个念头都没有了，这个高了。啊，破四相是小乘四果的境界，破四见。是大乘化身菩萨的境界，也就是说，四见破了的时候，就超越十法界了。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真正是名副其实的生极乐世界的十宝庄严土。啊，他四见没有。四见没有了，什么东西出来了？清净心现前了。啊，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觉现前了。啊，清净平等觉是化身菩萨，《华严经》原教初住以上，啊，别教是初地以上，啊，才能达到这个境界。啊，我们凡夫只要能放下，行啊！慧能大师跟我们表演了。啊，他那一年24岁。啊，他在《金刚经》证的是什么地位？四见破了，不是四相。啊，四见破了，他那个念头一转的时候，他就是化身菩萨。他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的境界是相同的。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演的也是破四见。啊，所以这些菩萨到极乐世界去参访，他们深达法空。啊，破四相是人空，破四见是法空，专求净土，这就非常非常难得。啊，你看，即使远离四相，修一切善。啊，故彼尘如是刹了。啊，彼尘如是刹。就是像极乐世界一样，你就得到了。啊，这在中国圣人所谓的知愚知善。有慧疏曰：所以菩萨虽洞达三空，
知无所住，而能大悲熏心，愿发愿净土，虽净佛土而常极净，实则极也发具，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是慧疏里面所讲的。这一些菩萨全都是法身菩萨。他们对于三空，人空、法空、空空，这叫三空。空也是空的。这个是诸法实相究竟圆满了。这是法身菩萨证的。中国禅宗里面所谓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佛是分真即佛，那是真佛，不是假佛。他们不住十法界。智无所住，这是真实智慧。他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这是无所住。我们常讲的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一切时，一切处，他都住在这个境界里头啊。六根接触外面境界，我们一般人得心应手啊，左右逢源呐，以无量的善巧方便帮助众生救，自己确实无所住。还有着相的，诸位要记住，那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不着相的，假的着相，着相什么呢？名闻利养。他还有这些念头在呀，打着佛的招牌啊，欺骗善良善良的善信呢，那这样的人，他造无边罪业，他的果报在无间地狱。我们要有能力辨别邪正，细心观察，学孔老夫子，听其言而观其行，很慎密的去观察他的行为，他是不是真做到了？假的，我们怎么样呢？敬而远之，我们对他恭敬，他说的话说的不错，我们可以学习他的行为，我们不学他，这就对了。智者大师就是这样教我们的，他说的两句话说的真好，能说不能显，过之思也。他讲的真的没讲错。这个经书念得多啊。大乘经教熏习的时间长啊。
啊，他已经被潜移默化了。那为什么还做错事情呢？烦恼没断干净啊，业力还会常常现前呢。啊，所以他这种人是过之死也。啊，能说又能行呢，过之宝也，那是过宝啊。啊，到过四级的已经不错了。啊，过宝级的到哪去找啊？找不到了。今天能找到过四级的就很不错了。啊，但是他这句话是根据佛经上来的。啊，他没有说错。这一点很重要。啊，如果是他自己的意思来说的，肯定就有错误。啊，他没有意思。再跟你说，佛没有意思，菩萨也没意思，阿罗汉通通都没意思。有意思就错了。啊，这部无量寿经你读下来，你有意思是你自己的无量寿经。不是佛的啊，释迦牟尼佛的无量寿经肯定没有意思啊，没有意思。这个里头有无量意，什么无量意呢？仁者见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个人看有个人的意思，你不相信你就看注解啊。无量寿经日本人祖师的注解有20多种，你就看个人有个人意思。啊，但是他们那个意思都正确，都没错误。你要懂得。啊，为什么没错误？他真有修正功夫。他修正的时候，他见到一面，他没有见到全面，像瞎子摸象一样。那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像像的样子，瞎子摸到大腿，像像个柱子，你不能说错。像的腿是像个柱子，摸到尾巴的时候，它像个扫把，啊，摸到肚子上，它像个墙壁，它都是的，它没有错。啊，这是智慧呀！啊，所以我们听经，啊，我们看注解，要懂得，要有这种智慧。否则的话你就被他迷了。啊，总的一个原则就是佛的经教是从自性里流出来的。自性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自然流露出来的。啊，这叫真经啊。我们要怎样去接受它呢？也是用自然的。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经的意思你完全看出来了。我们还起心动念，我们还分别执着，我们所看到就瞎子摸象，摸一部分。啊，你不能说他错，你也不能说他对。啊，所以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才看到真经。啊，就是诸佛如来从自性流露出来原本的东西。啊，佛经难懂就难在这个地方，那真是太难了。啊，所以佛说的很好啊，佛法无人说，虽知莫能解，就是经典，没有人讲解，什么人讲解？有修有证。啊，今天有修于真的道场找不到了。啊，古来祖师大德注经可不是容易事情。注经要什么条件呢？要证果。没有证不敢注经啊。不像现在啊，现在人胆子真大。啊，古人不敢。啊，古人连登坛讲经
都要真正有修学的功夫啊，才敢讲啊。我们初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这些话，我们听懂了，听明白了，谁敢发心讲经啊？不敢啊。可是老师又逼着我们上台讲经，我说我们讲错怎么办？谁负责任啊？老师负责任。那老师怎么负责任？我们学讲经的完全是附讲老师的，老师讲一遍，我们上台跟他讲的一样，不增不减，不能加自己意思。加自己意思，你要自己要负责任。那我完全照他讲，错了他负责任，我不要负责任，我没责任。他说错了，啊，从这里开端开始，啊，讲个几步之后，老师就告诉我们，采取古大德的注解，啊，所以我们是讲注解，不是讲经。我们这次讲黄念老的注解，哎，黄念老也很聪明，都引用的国家注解，所以讲错的时候有人负责啊，都是讲注，这老师指我们这条路子，要不然我们不敢发现啊，所以讲注解，把文言文翻成白话文啊，用最浅显好懂的句子，让大家的时候能够听懂，听得懂啊，不至于误导大众，这个非常重要啊。那遇到有难的地方，或者人家住的地方，我觉得不太合适啊，遇到这些念过就好了，别讲啊，念总没错啊，错是他的错，不是我的错啊，就念过就可以了啊，这个东西。你就看古人的注子，有很多觉得很重要经文，他为什么没注？老师说他也没懂，所以他就这么带过去就行了。啊，我们跟祖师大德学这些本事啊，这才避免过失啊。但是净宗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你一心念佛了，有阿弥陀佛加持。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上台讲经，啊，很多都是佛法加持的，有什么自己没想过，讲完这个人说讲得很好，听听，哎，是不错，这是我讲的吗？佛力加持，那自己没想到的呀，啊，所以真有三宝加持啊，啊，真的法喜充满。但是准备不能不准备，啊，不能不准备，专等这佛加持，啊，那你投机取巧，啊，佛不会加持你，自己非常认真，上台的时候佛加持，可能你所准备东西都没用上，啊，你上台所讲的不知道从哪来的，啊，这种情形常有。可以增长你自己信心呐，也加深了你的愿力，专求净土，专念弥陀。啊，所以这个地方是不住二边，远离四相，妙其中道，平等一如《金刚经》上讲的这个四相四见啊，它见相见没有写这四个。说四相行，说四见也行。啊，必须远离四相，修一切善，这才能够彼成如是常。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